水是世界上一切生物赖以生存的源泉，生命因水而璀璨，水孕育万物生长，有了水才有了生机盎然的大千世界。在人体内部细胞中，70%以上都是水分子，水是决定人体健康的三大要素之首，水是生命之源，更是健康之本。老子《道德经》有云：“水利万物而不争。”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有专门叙述水部，水为万化之源，土为万物之母，饮食是人生的命脉，而人的饮食均源于水土。好水是百药之王，坏水是万病之源。美国著名科学家巴特曼提出，水是最好的药。水是地球上最有灵性的物质，那么什么样的水被称之为好水？能让人体细胞快速吸收，加快新陈代谢，增加细胞活力的水，我们称之为好水。那么如何生产出好水？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科学家发现了一种与人体细胞振动频率一致的光线，太赫兹波。它是光能量的一种，频率在0.1太赫兹到10太赫兹之间，可以与人体细胞产生共振，从而激活细胞，恢复受损细胞和自由基，排除人体毒素，被科学家称为生命之波。在2004年，美国政府将太赫兹科技评为改变未来世界的十大技术之一，而日本于2005年更是将太赫兹技术列为国家支柱十大重点战略目标之首。我国政府在2005年11月专门召开了香山科技会议，邀请国内多位在太赫兹研究领域有影响的院士，专门制定我国太赫兹技术的发展规划。深圳新青春，深圳大健康赫兹功能应用研究所率先将现代太赫兹科技技术运用于健康水的应用，研发出太赫兹健康水仪、太赫兹模组，利用水对太赫兹波电磁辐射具有很强吸收性的这一特点，通过集中的能量场引起水分子之间的谐振与共振，使水分子间氢氧角度加大，从而达到水分子从团状变成直列排列状效果，把水的粘度降低了622倍，能够瞬间让细胞吸收，直击血液粘稠，水易于被身体吸收，清理血管里的垃圾毒素和杂质，促进新陈代谢。科技创造奇迹，科技创造美好生活。深圳新青春人秉承着公司水不湿的核心文化，践行着爱润每一人，福泽千万家的价值理念，把太赫兹健康水仪送进千家万户，让更多的家庭喝上太赫兹健康水。新青春太赫兹健康水仪，喝好水，好健康。